总发言，当年七月盼三省国防客家文化节，摆了十七几年的海富镇市安桥就爱开盘呢。为了爱本大家行客了解三省国防同客家的念头，一个发通就会安排国内里的客家文化体验同语文表演，希望有位一种宗教信仰来提升各族群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。十几万表演土法舞电影发在土面前，邀请全国民众到中华院去附近参加一年举办的三省国防客家文化节。去年呢，咱的客委会收东西，哦，嘛有下乡来，咱整卡哈来表演，啊，得到很大的好评哈。啊，咱今年活动嘛非常的精彩，较多元哈。中华院三十九间三省国防庙轮流办的三省国防客家文化节，今年连到去附近的西安宫，也就同体今年对客家文化认识，所以主办单位们安排其他方的体验活动，服务民众的嘛，更是客家文化。活动嘛真正丰富啦吼，有咱这个绿茶啦吼，啊一挂吃较粿啦，包括一挂真侪这个啊客家戏啦吼，还是客家这个会单位的这个展示吼，我拢特地咱大家来体会安尼。中华县政府讲，中华县的客家人口太弱，容易出身份，但是经济环境的因素太是唔好讲客的，甚至还唔抵自家去抗年，所以希望用派客家发通来培养起客家意识同认同，再带起来。客家节目李显龙，中华报道。